台湾队夺下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冠军，光荣返台。副总统萧美琴更亲自接机。不过过程中动线混乱，还遭到采盟免税店人员抢到最前头的 C 位合影拍照，也引发副总统萧美琴维安措施是否有疏漏的讨论。朝野立委日前要求国安局提出检讨报告，而国安局也列出三点缺失，包含移捷动线规划不佳、合照引导管制不足、现场机动性应变不足，没有办法临场反应并且有效调整。至于侧镜作为，国安局表示为避免类似状况发生，特勤中心将加强协调机制，跟勤务单位密切联系，而未来也会避免安排在人流穿梭频繁的地点，必要时也会以红龙来区隔。特勤中心也将此案例列入教育的重点事项，加强警卫作为跟规划技巧，希望未来都能在执勤的时候确保安危任务平顺完全。